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Kingdom Rush Frontiers 的世界，我是某 A。 这次试玩第三关的 Heroic 和 Iron 模式。第三关的 Heroic 模式的限制是没有英雄和只能用一二级建筑，那么开始游戏吧。还是和战役模式一样，上下路的防御重心放在地图中央。五个一级炮塔的输出，打稍有物理防御的敌人效果比较差。不跑还漏狼了，赶快造个兵营。Yeah.
守住，最后一波虽然比较长，但还是没什么难点。那么我们开始 Iron 模式了吧。第三关 Iron 模式只能建一二级的兵营、魔法院和弓箭塔。开始吧。Charge！ 居然一开始自动建了三个兵营，中间建三个魔法院吧，但这次主要还是靠人海战术拖住敌人吧。Might and magic. For honor and glory for the king.Charge! I put a spell on you for honor and glory for the king. Avati! Archers ready? Charge! For honor and glory.没有炮塔的范围攻击，一下感觉魔法院的个体攻击有点不够用。下路的兵力不够，魔法院大下路的光膀子也要两下，明显感觉有些乏力，看来要加强一下交汇处的防御力了。过关 ，Iron 模式和战役模式一样，血厚的和速度快的敌人分流了，所以压力不算很大。好的，这次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关再见吧。